养生好简单呢，将告诉您造成咳嗽的原因有很多。如果有酸酸辣辣的感觉，可不是简单的感冒，可能是由胃酸倒流引起。胃酸倒流很多时候跟我们的生活紧张压力很有关系的，它的酸应该是往下流的，对，它不应该往上冲。老朋友周如珠和女儿 JJ 带来精心准备的料理，全家曾经在台湾生活5年，在那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看电视，看到一半，哎，怎么我突然间头那么晕呢？然后我发现那挂在墙壁的那些照片都晃来晃去。擅长传统料理的曹勇师傅要带来一道鲜果沙律虾。其实你不要听它是酒楼的菜肴，你就觉得它非常的复杂，其实它非常的简单。今天为您准备了一组由40到60年代的金曲，和你一起享受怀旧时光。什么叫情？什么叫义？爱不是打自己骗自己，言不带罪，慢慢。你好，这道菜是鲜果沙律虾，你有听过吗？哦，我有听说过啊，我去酒楼喝朋友的喜酒啊，或者是朋友的寿宴啊，这道菜呢都会出现在冷菜的拼盘里头。可是 Chef， 这道菜一听哦就知道很难做，很复杂。其实你不要听它是酒楼的菜肴，你就觉得它非常的复杂，其实它非常的简单。真的吗？真的啊，那赶快教我好不好？好好好。OK， 我们煮这个滚水先。好，你可以帮我拿一下那个冰水吗？好，冰水可以。冰水。冰水是等一下我们需要煮完这个虾呢，我们需要蒸它，让它比较快冷却，它的口感就比较好。好，那你需要我加什么？加一点冰水。加一点。好。OK， 好。然后这个是柠檬啦，柠檬我们切了，放一点柠檬水下去。哦。OK， 放点柠檬水下去。柠檬水啊。对，你放了柠檬以后呢，它的那个清新度就会提高。对，好 ，OK， 然后我们把这虾放下去。哇 ，Chef， 你今天下本钱啊，你虾这么大。今天用的老虎虾，注意我们煮这个虾的时候，一定要它水滚了以后，我们才放这个虾下去。那有没有说几分钟，还是看它呈现红色就行了？哦，不是，它如果它呈现红色，它还可能只是外壳它红色。你稍微要抓一下那个时间呢、就是像这种滚水煮料，大概是1分钟这样子就差不多了。等待这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酱汁。我们切了一点蜜瓜，这个蜜瓜我们放一点下去，切成小粒就可以了。等一下会配搭那些沙律酱。Chef， 是不是什么水果我都可以？我是任我自己喜好吗？其实没有规定的，就是你喜欢用什么水果的话，你就放什么水果。Okay. 但是不要那种太软的啊，很像芒果这种啊， 太软的就不要。有一点硬度的。好、对。然后奇异果。奇异果。OK。然后草莓。OK， 这个我们放一边。OK， 这个我们是沙律酱啦，这个飞子我们放下去。OK， 我们再放一点这个炼奶。OK， 就是没有调过味道的沙律酱。好，所以现在我们是算是调味。然后挤一点这个柠檬汁。OK， 那种子我们不要拿下去。OK， 然后我们搅拌就可以了。如果你喜欢吃酸一点的话呢，你的柠檬汁挤多一点哦。如果你不喜欢酸的，喜欢甜一点的话，就那添炼奶放多一点。就非常简单。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对，这个可以了。我们把它倒进这个水果里面，我们不要倒到太多，倒到太多它等一下会很水。好。OK， 刚好包住这个水果就可以了。酱汁包住水果。好。OK， 这个虾也差不多了，拿过来吧。可以。放入冰水里面呢，就是很像我们的原理，就是热胀冷缩。它的虾煮出来稍稍碰到冷水，它就会缩回去的话，它就有弹性。Chef， 那你这个虾汤就不要了。如果你家里有煮什么福建面呐、有煮什么虾面呐、也可以拿来用的，因为这个是也是很好的。OK， 就拿出来了。我们拿冰跟它盖住它。大概我们给它蒸一个15分钟这样子，没关系，慢工出细活，可以，我们可以等，可以，其实不只是我可以等，因为我想吃好料，我就要等，可以，对对，没问题。以前我酒楼的沙律虾这些啊，都是我们学徒扒的，那头先拿掉喽，哇，说这个头你要拿来煮汤也可以的，然后就顺着它的壳的顺序扒下去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会跟它切片，切片了以后把它肠拿出来，然后我们会排在碗里面，对。
到尾巴的时候拔出来是这样子。好 ，OK。所以好像我不要把它切片，我要整只。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的肠挑出来？ Okay, 很简单，你拿一只剩的虾，然后你在它的最后一节的这个关节处，然后用一个牙签把它的插进去，然后挑出来，它的整个的肠就会出来了。哦，对，哇，对，你可以试一下，改次。对对啊，因为我也是困扰我很久、嗯，到底要怎么把那肠拿出来？可以，然后这个虾呢，我们就要把它片开。啊，通常我会斜斜的这样子片下去，你看，嗯，这个刀的斜度就刚刚好的，因为虾它上面厚，下面比较薄嘛，对，所以你斜的刚刚好。哦，对，它里面就有肠了，等一下我们会洗掉它。好 ，OK。Chef， 为什么今天你会用老虎虾？啊，因为老虎虾它的那个鲜味比较好一点，嗯，还有很多像草虾啦这些啦，嗯嗯，然后海虾也是可以的，海虾也是不错的哦，嗯，老虎虾，而且它的颜色美，嗯，最重要它的颜色很红啊，哦，好 ，OK， 好，先好，这个虾洗好了，嗯 ，OK， 然后我们排这个虾之前呢，我们在这个碗里面放一张保鲜纸咯，等一下我们排虾，然后再排这个水果，哦、然后再倒出来盘里面，然后就成型了，哦 ，OK， 可以，排的时候啊，我们。第一步就排这两个线，嗯 ，OK， 把它封闭住，然后就是按照顺序从它的旁边这样子，一个贴一个这样子排下去，嗯，就重叠这样排，对，重叠排它的就很美了，嗯、等一下从外观看上去就很美，记得那个红色的部分我们朝外面哦，嗯嗯 ，OK， 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把最里面那一只拿出来，这样子搭上去。这样子就是一个旋转的形状、哦、是的是的、okay? 很漂亮很漂亮好然后这个好了以后、嗯、我们就把这个刚刚我们做的这个鲜果沙律酱放进碗里面嗯、okay? 如果你要做大份一点呢你就拿大一点的碗来排咯好嗯我们放了这个鲱鱼籽呢它的那个口感又不一样了对它会比较的爽脆对它有那个咯吱咯吱的声音哦嗯 OK 好这就差不多了 OK我们把它盖上这个盘里面，嗯，那盖的时候要小心了，两个都是陶瓷的，所以我们这样子 ，OK，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它非常的容易就出来了 ，OK， 哦，啊，所以这张纸就很重要。那我放饭团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吗？也可以啊，就是放这张纸吗？会更容易出来吗？当然。哦、OK， 所以我们这排的就已经排好了，然后我们就要挤那个沙律酱，还有那个红梅。我们挤这个沙律酱的时候、哦，嗯，我们从外面挤去里面 ，OK， 嗯，好。OK， 如果你喜欢吃沙律酱，你就挤多一点了、嗯、啊，如果你挤少一点，挤多一点是在于你自己啦。好 ，OK， 所以就这样子简简单单了。哇，啊。耶、yeah, ，下午印象是我最开心的时间。是的，张师傅，你知道吗？我去餐厅吃饭哦，尤其是去喝喜宴的时候哦，嗯，我真的是对这个冷盘情有独钟，尤其是这个。哇，谢谢。嗯，这个虾啊，泡过这个柠檬水，那个芬芳的味道。嗯，对。嗯清爽。对，它也比较 Q 弹一点了、啊。是的、嗯，它很有弹性，而且再配上这个水果香。哇，那感觉很棒了，而且最棒的是什么呢？能够在家里吃到自己做的酒楼菜，哇 ，chef 棒棒棒，这个是简单又易学的酒楼菜肴啦、嗯，在家里都可以做的。嗯，哎，但是刚才我听到一些同事说哈，他们如果喜欢吃这个瓦萨贝的话，嗯，可以吗？可以啊，加在那个沙律酱里面，嗯、然后跟水果拌一下。或者是你不要水果全部都有那个味道的话，你就挤在上面的那个沙律酱，放一点瓦萨比下去，是多一层的意思。对，哦、对明白。好，谢谢。个人喜好选择放在哪里？好，行好，好，非常谢谢师傅，谢谢。好，接下来又是听歌的时间了。我要介绍这位艺人呢，他是香港人，他是超级巨星，他是演员、音乐人、歌星，唱过无数的经典歌曲和电视主题曲。他就是罗文。那今天呢，就要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他所演唱的《卡门》。爱情不过是一件普通的玩意儿，一点儿不稀奇。男人在他的眼里是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
么叫叫什么叫摇，还不是打自己骗自己，什么叫吃什么叫迷，还不是男的女的在作戏。你要是爱上了他，你都自己走上了你，你就死在他手里。爱情不过是一件普通的玩意儿，一点儿不稀奇。那叫情什么叫义，还不是打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还不是男的女的在作戏。你要是爱上了他，你走自己走回去。他要是爱上了你，你就死在他手里。有时你吃饭吃得很快快快快快，那么结果你的胃部里面的食物还没有很好消化，那就把这个喷门的口撑开，撑开，所以胃酸就很容易倒流。烟波带醉，慢慢。